实现的相处。出门前试试天气什么温度，好确定自己穿哪件衣服，不能不管天冷天热只管酷，别让人家说的只要风都不要温度。起床起来跑步跑跑，上班做饭走路走不走，逛街休闲读书读书，相识相爱相处。但是快乐的人呼呼，那蓝天多晴了没有雾，对面你走来清清楚楚，脸上写着一点贴着幸福。起床起来跑步跑跑，上班做饭走路走不走，逛街休闲读书读书，相识相爱相处。想到像乐天那么清纯的小女孩也会学着一块臭美。你说跟谁学着臭美？撒手撒手撒手，疼疼死我了！我说错话了，我说错话了，不是，哎呀！你说你们帮不上忙就算了，还跟着我捣乱。哎呀，露露，说实话哈，你这一搬走还真有点舍不得。你看看，啊，这屋里这每一样东西，都让人觉得很留恋。我听着怎么假惺惺的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我觉得你这屋子里的每件东西都具有保留价值。保留价值？对啊，你想想啊，这里基本上可以算是你艺术的摇篮了吧？啊，你就是在这儿一步一步成为国际知名度的大明星。我？对呀，你想，到时候得有多少人想采访你啊？得有多少人想挖掘你背后的故事，想了解你的生活呀？这里将成为明星徐露露的故居。故居？对呀。哎，你不觉得我很有远见卓识吗？我觉得，像这个啊。像这个都应该留下来，
到了新家就应该有新的打算了。留着，万一被人霸占了呢？对呀，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卖了。卖了？得，算我白说。哎。啊。想打我东西的主意，做白日梦。露露，搬了新家可别忘了回来看看我们啊。瞧你说的，不都在一栋楼里吗？只不过是比你们高了几层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哎呀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见面不认识啊。现在可是快成大明星了，万一有一天大红大紫了。逍遥，瞧你说的，我哪儿那么快就大红大紫啊？你看你，我去小卖店买报纸的时候那都看见了，你那电视剧。真的啊？我演的怎么样？演得好，情真意切。卖报那老大爷一边看那电视一边擦眼泪，一边看一边擦眼泪。哎呀，哎，我听说那大爷一直就这毛病，说那眼睛见了风就流眼泪，叫什么？哦，疯眼病啊。哎，对。你们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我要在这里举行一个大型的拍卖会。呵，就这几平米的地方，就你那点东西还大型拍卖会？欢迎大家光临，到时候呢我会拍卖一些我珍藏的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给大家。哎，反正我是不感兴趣，还想叫我们出血。如果合适呢，我会送一些小东西给大家。哎，露露，你那个拍卖会到底几点开始啊？我肯定会准时参加的。这书我找了半天了。啊！哎，露露，我可要提醒你啊！前两天我看电视，哎呦，上面说呀，最近因为租房子骗人的人太多了。我才没那么傻呢，谁要是想骗我呀，我还看得出来。那当然了，咱露露是谁呀？咱露露多聪明啊！哎，不过通过这件事儿，你能看得出来谁对你是真心真意的了吧？啊，哎呀，帮你搬了这么多东西，哪些是送给我们的呢？看来你是别有用心的。哎，你看你又误会我了，我是真心真意的想提醒你，到时候如果你真的被骗了，可以来找我，有我在。有你？对。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你是贼眉鼠眼。人都到齐了吗？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就这么几个人，你还想搞一个点名会啊？亚军没来。露露，这些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得买吧？参与是关键，大家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，感情究竟有多深，还得看这些东西值不值得你们留恋。这个我能提个问题吗？可以啊，反正我被记者提问也提问惯了，除了我的隐私问题什么都可以问。我又不是香港那狗仔队，我就是想问你，这个拍卖的这个主意是谁给你出的呢？当然是我了。你看国外的好多明星啊，穿旧的衣服，用旧的东西都拿出来拍卖，因为大家是朋友，所以我才把平时最喜欢的东西都拿出来卖呢。这些女人的东西我又不适合。你的眼光啊，应该放得长远一点。这些呀，就像买股票一样，
以后我徐露露成为国际明星啊，这些东西就会越来越来的升值。老天儿，你看这条围巾多漂亮啊，最适合你了。哎呦，衬托出你的气质，太高雅了，真的好看了。逍遥，啊，是吧？特好看。挺好，挺好。哎，真的挺好。那贵不贵啊？送给你了。啊？送给我了啊？真的？哎呀，不过，拍卖会上你要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啊？哎呀，大家都等着我呢嘛！哎，准备，开始。枪口疯了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感冒了。其实你怎么这么积极呀？行行行行，哎，好，能到的人呢，基本都到齐了。现在我宣布拍卖会正式开始。首先呢，我要说明一下，在拍卖会的最后呢，我会根据大家的热情程度来送奖品的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热心支持的。开始吧。好，这个是我在西藏拍戏的时候藏民送给我的，起价100元。我出102毛。哎，赶紧的，从分开始也行。哎，你没人要，行了，这刀归我了。哎，我还没数三呢。一，二，我出200。200，好。第一次，200，第二次，老天儿，第二次了，你好好想想，一会儿让我送你什么呀？哦，第，我等会儿，我出201，我出202，我出203，我出204。哎，你可以不用跟我抢，反正我是买一送一。我出250。啊？我，你可真够250的，你个笨熊！交。露露。刚才我看见你又买了好些新东西，啊，是不是赚了不少钱啊？那些能花几个钱呀？等我搬走了以后啊，我会请你们到我那儿去玩的。玩？这有什么好玩的？我还是比较喜欢我们这个小安乐窝。俗话说得好嘛，金窝银窝啊，比不上自己的狗窝。你可别糟践那狗窝了。就别气我了，行不行啊？不过也倒好，你这一搬走啊，我倒是可以告别和逍遥同居的时代了。这么说，你早盼望这一天了？那当然了，那谁不想自己独处一室啊？啊，包括你啊，未来的璀璨的大明星，不是也想单独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，也不想和别人共用一个马桶？那当然，我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，每天在外面忙忙碌碌的拍戏。虽然在家里面待的时间很少，但是我还是喜欢在家听听音乐、看看书、学学外语什么的。你？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，我很细心，我的每一样东西都摆放的井然有序。对，我的地上都一尘不染。不对，是丝。一丝不苟。对，我的地上一丝头发都没有，一丝不苟。每天清晨，我从音乐中醒来，阳光
照进了我的房间，温暖而舒适。夜晚，我为自己放一首优美的小夜曲，再倒上一杯红葡萄酒，啊，尽情的享受。这就是我的生活。一样呢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大家的目光都会聚拢在我的身上。我要时刻注意我的言行举止，包括我说的每一句话。哎，那你生活中也得这样吗？那当然了，你不知道现在的记者有多厉害，万一哪句话说错了，没准就会成为第二天的头条花边新闻。哎呀，那你每天晚上睡觉说梦话的时候，是不是都不能说错话呀？那，哎，我说你问的问题怎么都跟别人不一样啊？爱打听都打听到我身上来了。露露，你现在不是大明星了吗？哎，你看呐，以前我只是听你给我讲你身边那些明星的故事，现在我得跟别人讲我身边的大明星徐露露的故事了。哎，你可别瞎说啊！你知道做女人有多难呀？我知道啊，我也是女人呢。你不知道，做一名女演员难，做一名有名的女演员更是难上加难。哎，露露，你看你现在呀，刚刚有那么一点点名气，哎，你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。你看你现在就可以自己搬出去住了，而且还买了好多新的家电呀、家具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拍卖卖了多少钱？那能卖多少钱呀？那些东西啊，都是我贷款买的。啊？明星也贷款呀？我不是没有钱。老天儿，你看见对面新盖的公寓了吗？看见了，天天都见呀。总有一天，我徐露露会搬进去的。啊？你要搬到那里面去住？哎，我听说那儿的房子可贵了。至少也得八九千一平吧，就按一平米是8888块算的话，你要是买个40-50平的什么？40-50平米，太小了，我怎么能住那么小的房子呢？那就算100平米。假如说你要买一个100平米的房子的话，每一平米是8888块，100平米就是888888。哎呀，那里面最小的也是115平米的，那这样算起来的话就100多万呐。这算什么呀？以后会有更多的人找我拍戏，我会赚更多更多的钱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不仅要搬进去，而且我还要把我的家布置得富丽堂皇，这样才可以配得上我的气质和我的名气。露露，你说的这些可真让人羡慕，你们明星的生活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。哎，那这些事儿什么时候能实现呢？快了，马上我就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美丽的家了。差不多收拾完了，谢谢。说搬就搬呢，辛苦了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要和大家分离了，我真有点舍不得你们。露露，没有关系，到时候你住上去以后有什么事儿，还可以随时来我们这儿嘛，是不是？一个人住，一个人住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，注意安全呢，特别要注意安全。这万一半夜有什么声响，或者有什么意外情况，你就喊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去救你的。不过呢，我觉着你最好还是抽空去一趟我们健身中心，因为我们那儿啊，现在为这个单身的女性开了一个女子格斗班，专门教这些女性
对付那些什么小偷啊、歹徒啊，就对付他们，擒拿术，知道吧？哎，向阳，那你教我，我想学。我是学健美的。逍遥的那点花拳绣腿根本就不管用，哎，他不过可以和那些坏蛋啊赛跑。哎，那能挺有意思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再吓唬我了。我搬了家以后会请你们去玩的。哎，露露说了，说她马上就要搬到对面的那个公寓里面去了，而且还要把那装修的特别华丽。这也是不久以后的事情。不过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和大家住在同一栋楼里边的。一会儿房东把钥匙送来，希望你们能帮我把东西搬到楼上去。嗯，你和房东商量好了？你看了房产证没有？协议我们都签了，而且我付了一年的房钱，过会儿他就把钥匙给我送过来。啊，这房东可靠吗？这没拿钥匙就交一年的钱，我觉得没关系，那协议都签了，他要是敢骗我，我就告他去。放心吧。露露，你会不会请我们到你家去做客呀？啊，当然会请你们去做客了。不过你知道，我们做演员的成天拍戏本来就挺累的了，回家呀也不爱说什么话，就想一个人静静的听音乐。跟露露住这么长时间也没见过她一个人静静的听音乐。而且呢，我们做演员的睡眠充足是最重要的了，每天要睡到8个小时以上，要不然啊就会长皱纹，有黑眼圈的，上了镜好像老了十几岁呢。露露你放心吧，啊，虽然我们不用上镜吧，但是我们也需要8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啊。亚军，乐天，你不是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我房东来了，送钥匙来了。你谁呀？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走进来了？你们谁徐露露啊？我找徐露露。你不认识我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？哟，您就是徐露露啊？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一时半会儿还想不起来。你说说。哼，我可没见过你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我找你要房钱。我问你，楼上那房子是不是你住的？是我住，一会儿我就搬。房钱我已经交给房东了。交给房东？我就是房东。啊？你是房东？你现在还欠我3个月的房钱呢。不对，那房东是一个姓张的，个儿高。姓张的，姓张的也是租我的房子住的，那个房间是我的，我才是真正的房东。房产证够大吧？我前天就来找过那个姓张的，他就留张纸条，说这房子已经租给你3月了，让我管你要钱。哎呀，逍遥，你哭什么？嘿，你说我这脑，我是在哪儿见过的？昨晚那电视剧，哎，和这哭的一模一样。哎呦，就是他。哎，你说现在怎么还有这么糊涂的人啊？没弄清楚房东是谁，这一年的房钱就让人骗跑了。一年的房钱啊？是是是。那多少钱呢？哎，不过和他比起来，我也就损失了3个月的房钱，这心里啊也就安定多了。我说你就别提这茬了。那个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们两个都是受害者。露露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模样？到时候我跟逍遥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对，就你，你去哪儿找他去啊？况且你的身板也不成啊，教训他就得看我这身板。我要是抓到那小子，我非得踹到他满地找牙不可。
你骗了我无所谓啊，你连一个小姑娘的钱都骗，你说，得得得，你也别哭了，看你可怜巴巴的，那仨月房租我就不要了。哎，不过我问你，这个房你还租不租？他都上过一次当了，还能租吗？不能租了，租。不过，你不放心，我可是真的房东啊，我两个眼睛写着两个字，一个是诚，一个是信。哎，你不信算了，租。不过我不能把一年的房租都给你，我只能按月交了，你看行吗？看你和我也是同病相怜，那行，哎，不过你可不能骗我啊！不会不会，绝对不会，我们所有人都替他做担保人。对对对，这真是学表演啊，那说哭就哭，那说笑就笑。不过这月房租先给我呀。假包换，笑什么呀你们俩？那你生活中也得这样啊？那个，因为我们健身中心啊，现在开了一个专门为单身，专门味儿，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你，说说。我可没见过你，你谁啊？我出200。200啊！没拿钥匙就交一年的钱，我觉着……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黑纸白字协议都签上了。黑纸白字，黑纸白字协议。想。